年新的开始，新年新的愿望。想知道2014年的精彩内容吗？请继续关注我们吧。2014年1月4日周六，我们来到大湾码头举行迎新活动。大家有些忙着生火、串肉、洗菜，有些到河边的小石头上绘画、拍照留念，以快乐的心情迎接新年。生命都宝贵。2014年1月18日在新秀公园举行生命影响生命的主题宣传活动，中心的家长米米妈妈和志愿者做主持人，除了宣传讲解，也同时邀请路人参与脑瘫知识的问答及互动游戏。2014年1月，云彩中心为大化北景乡的弄冠、可考、板蓝学校捐赠数千套崭新的校服、深蓝色的衣服，让学校重新焕发出新的面容。我们怀着真诚的心，带着温暖的祝福。